嗯，你爱盖圣洁。然后呢？不、嗯，那是意义。太高了，那盖这么高啊，好像不行。你看，这是他的农场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盖我们的农场呢？是要大的这一个。你要跟农场盖好好高哦，哇，摩天大楼农场，那要盖好哦，嗯，你那个房子的地基要打好，那不要盖那么高吧？对啊，房子倒下来了，你的房子倒下来啦，老板，你盖的房子怎么会倒下来？没有盖好。嗯，那就再一次吧。